欢迎光临，高师傅。耶！欢迎收看《瘦健康厨房》。欢迎收看《瘦健康厨房》。今天节目呢，还是一样带大家走出户外，欣赏山明水秀，而且要介绍观众朋友好吃的素食料理。哎，黄师傅，我这有啊，你也来哦。你好，你伫个呾看啥？我伫看这风景啊，水你看卖啊，有够水无？对啊，但是呢，今麦吼嗨啊，有歹消息啦。我安尼讲。听讲有根据报道，到2012年的时候，北极的冰帽就会完全融化。到时准备安怎，人类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呢。啊，你来家村都跑到看这个村，这些水这景都无啊，你知道？对啊。啊，你变怎？变怎嘞？啊，你来大概用素食做环保。要多吃素食做环保啊！进来，行，来看你今仔做什么料理。对，来。哈哈哈。黄师傅，今天我们清凉一下，百元大餐要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？凉拌青木瓜。啊，凉拌的耶，非常适合夏天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食材有哪些呢？好的，青木瓜一颗，柠檬一颗，荆棘两颗，有红辣椒一条，百香果汁一碗，盐巴、少许酱。好的，那这个木瓜呢是青木瓜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先把它洗好了之后，削皮，籽也去掉了。对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先切片还是切丝？我来开始切片了。好，今天我们是要切片。就这样哈，切一薄一好了嘿。好的。啊，这边哈，那呢，观众朋友，你如果哪一款来买，当切啥了？切丝买啥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有时捌看过人切丝呀。切丝买是明白了嘿。好，安尼哈。这个青木瓜是女生的最爱，因为青木瓜吃多呢，就会有女性荷尔蒙啦，就会胸部就会长大哦，很好哦。那我们这木瓜就是这盐就是要个鲜的对吧？是啊，这个这原味的哈，安尼哈，咱来装好料包进来。可是为什么要放辣椒呢？来配色啦。哦，是配色的，配色，不是吃起来是辣的。不会，这是干那看型的哈。好啊，你不可以下面买咸菜，可以加点辣椒粉，那是辣油都可以啊。所以今天的这个凉拌的，其实它是有点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看到你用那个百香果酱。对，所以是甜的了哈。好，安尼的话哈。凉拌的就是这样，非常适合夏天吃，很简单，可以把它当零食，也可以把它当主食。但这边哈，过来这里盐巴嘞，好，小心一点哈，小巧点的哈。敲得就好哈，这差不多要洗多久嘞？这里哈，这里差不多洗的这里30分钟以上。30分钟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哈，要跟那个观众朋友来示范一下，先来看的哈。啊，但是这还是赶快到30分钟以上。啊，无要紧，今仔吼。啊，那才有头嘛。嘿，才有头啊，啊，内底口水才造出来哈。啊，即摆咱是先甲敲软一下哈。啊，小等咱到迄个百香果的汁都要落去啊，啊，加柠檬，啊，加辣椒都要落去安尼哈。好，即摆安尼哈。我咧想着，生好诶，咱放冰箱咧。对，我都爱食凉诶个。哦，安尼有过来，哦，安尼有过来。这个吼，这个来放啊冰箱上阵。哦，这生过了，甲用水安尼。啊，水甲洗过呢吼。洗一下。安尼特别咸嘛。哦，对，要不然有盐呐，要洗掉点盐。啊，过来来，即摆吼，嗯，即来，即百香果，百香果甲煮甲倒咧，甲倒咧吼，啊倒咧吼。好，搁再来一点。咱这个做，咱这个做柠檬，柠檬吼，柠檬加落就酸酸，加落去安尼吼，所以有功夫的，真正。安尼吼，啊，搁再来金桔啦，金桔啦，落去风味吼，它风味比较香。对，加一点就咖啡的，对。香味安尼啦，咖啡的就嘿安尼吼，还搁落吼，搁来这里辣椒，辣椒配色就好，配色就好吼，好安尼。好嘞，好，配起来晒哈，来悄悄的，悄悄的哈，悄悄的，好，孙安，啊，安尼好料哈，嗯，你甲冰个冰箱的，甲冰一面上赞，啊，要食时都凉凉，啊，甜甜安尼，酸酸，夏天一到怎么样？夏天要吃凉的，凉拌的就会很清爽。对，安尼这么好，安尼这么真的晒了哈，好，按落对哈，这可以的，好，太好，趁热打的把劲哈。好，搁再来，看一支啊，这里放什么？薄荷叶。
你看我们洪师傅呢，真的每一道料理虽然是凉拌的，也要把它弄得这么漂亮。安尼有赞无？安尼，唔免超过100块啦。唔免超过一百。超过100啦。100无糟。我走。哦，真的是吃的又健康又环保又营养。对，养颜又美容。所以呢，洪师傅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提醒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多吃素呢？好的，应该的。这个，咱地球几点呢？啊，地球咱大家，咱大家吼，咱共同的。所以吃菜有两种现象，第一就是做环保，爱护地球，这叫做有形的。好、哦，那无形当中，我们体内环保，吃下去以后怎么样？血路会通，啊，会通畅。好、嗯，过、哦、再来，皮肤可以骨髓哦。对，是不是呢？我们多吃素呢，就让体内那个免疫系统也会好一点，然后因为它就很容易代谢掉不好的东西，是，所以这样皮肤也会好。因为咱食材料，咱的甲食肉两个款无同款。食肉当中，咱的体质会酸性的；对，用素食的，咱的体质变作碱性的。对，啊，你遐歹物件就较袂走你身躯来啊。对对对，容易生病，尤其是致癌哦，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是酸性的，就非常容易有致癌的那个细胞产生。对，所以大家、啊、所以我们要多吃素。对对，哎，但你都不对啦。重点还是环保地球。对不对？不然呢，再来人类没有办法生存了。观众朋友，多吃素，做环保。没错，拜拜。